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所有其他的问题，如疾病、精神病、甲意外负面情况，来到咱的身上，这是因为邪见，因为你无坚固的正见。如果你有正见，虽然问题和困难不定就会来到你的身上，但你可以应付或者是处理。因未当控制你，你可以控制及调整困难甲问题。爱有正行，你必须有正修。要爱建立正修，你必须有正见。因此，正见是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担到的、当到的任何物件，一切拢是看起来显现甲生气。就是如此，无什么理由。有时阵物件就只是来了搁去。如果咱缺乏这份认知，咱将会有问题。咱过执着事物，将事物当成是
古生存在。修行并不是家己一个人伫森林内，或者是偏远的所在。修行是面对咱的日常生活，面对困难的状况。生活中修持佛法是重要的，这比在山洞内自己一个人修行要来得紧。在洞内，你怎会知道你的修行进展得如何呢？你说到目前为止，我拢无受气。然后，当你遇到无欢喜的人的时阵，你就受气了。所以，那是无实际。当欢喜的时阵，唔通袂记即上司；痛苦的时阵，也知影讲上司得看护着咱。总之，无论任何时阵，相信上师拢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将家己的身心全部交予上师，具备全然的信心，尽下一切。共结仁波切的智慧法句集。修持佛法的时阵，唔通在意外在的行为甲形象，内在动机才是最重要。
时刻刻，咱的心唔通被烦恼所控制，以慈悲心、甲菩提心来利益众生。真正的修行并不是追求到的，而是放下执着。真正的修，既不是求神通，既不是修来世。真正的修，伫明处心，调五台，助你利他。一旦所作一般的苦无生，方为修行的真义。修行佛法的时阵，观察家己的心，努力去修行善业，断除恶业。咱修禅定的时阵，并不是要求得到一个新的物件，而是会当悟到本来的面目。愈来愈接近死亡，因此，咱伫死亡以前，爱做。